陈怡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写完了？我写完了。来，我给你检查检查作业。谁给我啊？我们数学证真写完了？真写完了。然后英语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成一回家，外边已经都扭秧歌了，跳舞了。起来一起出去看看好不好？对，写完作业就可以出去了。今天作业。看你写的字还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自己还感觉挺好。就那样。我们回家了，给你们看看成鱼的玩具。这个玩具一次都没有玩过。怎么了？有脏东西是吧？有壁虎了，这个东西一次都没有玩过，是什么了？冰激凌搅拌机是吧？冰激凌机吧。你作业还多吗？一篇课文是什么？背诵课文吗？写作文。写还没写呢是吧？什么真美？什么真美？这儿真美，然后写的。什么真美呀？你打算写什么？你还没想好呢。我打算写清泉公园。清泉公园，横美。也就是这儿横美是吧？你们拿了什么？包。拿我包包，你看我有几个包包？四个。四个。我好几个呢，都在放起来了。你们想玩包包？可以玩的，但是里边东西包都坏了。那等成宇写完作业，你们一起出去玩好吧？在农村，然后明天的叔叔结婚嘛，成宇明天休息一天，晚上先把今天的作业写完，是不是啊？写完作业，然后一会儿咱们出去看别人跳舞。那你写作业吧，下个视频见喽。拜拜。